还记得那年超夯的麦当劳 BTS 联名套餐吗？超炫的紫色包装和满满的 BTS 元素，可是让麦当劳成为全世界阿米的第一选择。最近麦当劳又宣布要再推出联名款，而这次的主角就是超强新人女团 New Jeans。一张红底黄字的麦当劳配色，大大写着 Attention， 再加上一段 M 变成兔子耳朵的影片，简直不要太明显。果然，麦当劳官方马上证实，将在3月2日推出 New Jeans 联名套餐，让粉丝们相当期待。马上发挥创意，设计心目中的联名包装，超有个性的风格大受好评。这下麦当劳可要加把油，不能输给粉丝哦。另外，韩国麦当劳也在2月23日推出 BT21 联名公仔，宇宙大明星在汉堡盒上摆出可爱 pose， 果然吸引大批人潮，许多门市都以超狂速度完售，好想敲完麦当劳更多联名款在台湾也上架啦。